只想三角形。正确答案吗？对。好，恭喜凯莉，来请回座。来，徐小恩。这个是瑞典，确定吗？确定。好，鼓掌。OK。还有三个，还有三个。这个叫鼓掌。体边跟底角，没问题吧？好，那如果我这样呢？请问这样会不会变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你觉得？底边应该放在哪里？上面嘛。好，如果我今天把乐飞举起来转一圈，请问他的头是不是就变在下面了？对不对？他的腰会改变吗？他的腰不会变吗？不会，把转一圈然后就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底边在这里，然后顶角请问在下面，底角呢上面各选一个哈。那腰的话呢，乐飞的腰在哪里？在左右两边 ，OK， 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所以如果我是把它倒完的话是这样。那请问我可不可以？我可不可以斜的？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如果我把你这样斜着放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不行啊，好。那我把三角形斜着放可以吗？好，可以，谢谢。OK， 那这里叫做顶角，然后这里叫底角，腰跟腰，还有一个叫做底边 ，OK 吗？好，那继续了，帮我把灯关掉。下图呢，这个叫做等腰三角形。再复习一下，我们刚刚讲等腰三角形指的是两个腰都一样长，叫做等腰三角形。请问你的两个腰有没有一样长？有。如果你的两个腰不一样长，会发生什么事？会变这样子，你就变这样走路。好，所以等腰三角形。叫做两个腰都一样长，请问呢？你认为正三角形是不是等腰三角形的一种？你觉得是还不是？我觉得不是。你觉得不是？为什么不是？因为正，哦，又变成是了。OK， 好，那为什么是？就是因为它正三角形，好，听先说，它有点。好，七号，七号，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为什么是？因为它有两条边都一样。正三角形的特征是什么？三条边一样长。那请问三条边一样长符不符合两条边一样长？不符合。我用表情告诉你。符合啊，对不对？你考100分，他考100分，符不符合其中两个人考100分？符合啊，对不对？你考60分，好，没有开玩笑的，我想知道老师的意思吗？可以吗？理解吗？所以是不是？是啊，它是等腰三角形的一种啊，只是它刚好另外一个边也比较长而已，那没有人规定不行啊，理解老师的意思吗？小一样大。